这是咋的呀，大小姐？这又摔杆了。不是你不是说教我打球吗？半天了，你自己框在那儿进球，我连球都摸不着，我打什么呀？打什么？哎，别！哎，你别出去，别走啊！但是你也不能怪我呀！你说你打个球，那白球框框的进，那我想输的也很难呀，对吧？啊，你还笑我是吧？我走。哎，别！咱再来一下，最后一杆，最后一杆，我肯定好好打，行不行？王成。哎，老板。几点啊？还不打扫卫生去？来。不是老板，你看今天这样行不行？咱晚半个小时上班，我好不容易带着我朋友来打回台球，才刚打了一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马上开始上人了，这么多卫生让谁打扫呢？你让我打扫啊？啊，赶紧去啊！行，你看这什么情况？你说你在这上班，我以为你是教练呢。那你还请我打球，那这钱我……不是，其实我就是个打扫卫生的。这个我跟老板说过了，给我按会员价，然后在工资里边扣就行了。你们老板说话怎么这样啊？一点面子都不给。我要是你女朋友的话，他就这样啊？其实我老板已经很好了，这还那啥？哎，那个要不啊？要不我在这办张卡，说不定你老板一高兴就放了你，下班。你还能陪我打会球，咋样？走！哎，别！那个我。不是，没事，没事，给我就行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就是个普通打工人，这按时上下班呢，就是我的职责。要不你先回去吧，行吧？改天我再好好教你打球，好吧？拜拜。如果我错了也承担。哎，吴妖，不是你咋在这儿睡的呀？我不是你没回家？啊，我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我走一半，我想起来，你不是光顾着陪我，就是教我打球了吗？然后可能也没有吃饭。这么晚下班，然后我想着给你买点东西吃吧，就在这想睡着了。